所有的香港的女明星都试过这样子卷发的。上次做完形象改造，很多 baby 留言说想参加，今天就随机抽了一个粉丝改造一下，拍组港风大片。头发有什么问题啊？上次很差，之前是漂过是吧？看一下脸型，有点瓜子脸。我觉得你脸型很适合做港风的大卷，剪头发都可以干发或卷。比较有经验的发型师的话，他是湿发的时候他修剪那个长度，干发的时候修剪层次，干发记住了不能不停的梳的，应该是用 hair powder 去抓它，把它那个卷自然的抓出来才会好看的。你可能看你的视频。那你学会了吗？学废了吗？哎，你经常看我卷，你自己会吗？你觉得呢？这个是的蓬松水，此处招商，是可以找我。第一次见，一般都是烫起来的，烫起来没有这个有力。我觉得这个造型就很港风。做艺人的头发都很稀少。律师函警告：如果鸡也是一个罐头的话，我希望这块罐头不会过期。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，我希望它是10000年。